未来有可能对表之类的吗？我觉得跟女朋友有对表，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怪怪的，就我觉得有点恶心恶心的。Hey, what's good? 自由时报 iStyle， 我是 Ozzy。我喜欢机械表，我觉得机械表，因为它看得到，也不能说看得到，但我喜欢有看得到的那种机械表。我觉得它那整个科技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感觉。以前国小、国中那阵子喜欢表是喜欢造型，就是喜欢颜色，喜欢一些花样。但是要说我真正开始喜欢这一种有分量的表，是上个月。上个月金曲奖之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我想要一个真正可以代表 status 一个地位、象征有分量的一只表。其实今天这整套，因为今天又是再度穿上了西装，就是我算比较少穿的一个感觉，是因为我平常做 R&B hip hop， 大部分都是穿比较宽松的衣服表演。但是今天因为像这种有分量的表，我就会想要穿一个比较能够搭配这种表的衣服，所以才会需要有一些西装的感觉。然后我今天的鞋子也是穿我当时金曲奖穿的一个靴子，然后才来搭配这个感觉。然后它颜色色系也是符合亮亮的金银色，然后这是玫瑰金，然后再黑色。其实我妈不是一个难说服的人，只是她会不理解一个市场，她会觉得说那就算了，不要做这件事情。但我觉得所以我的说服方式是我做了这些功课了，这只表屌在哪里，然后他为什么跟其他东西不一样，然后我的核心价值在哪里，这些意义直接马上跟他讲，然后他应该就他就蛮能了解。宣布跟登上金曲奖舞台那个台上，现在是我目前想到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两个 moment。 考进我最梦想的音乐大学 Berkeley 是我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，还有我刚出专辑第一次发出我第首张专辑的那一天。创作灵感通常都是半夜，但是其实我发现我最近写的一些蛮好的 melody 都是在工作结束放松的那个状态，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指定的时间，但是就是我自己需要不能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创作，才会写得出好的东西。未来有可能对表之类的吗？我觉得跟女朋友有对表，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是有怪怪的，就我觉得有点恶心恶心的。可以穿同色系或者是同款式。